这是上一次给各位看哈。因为我们，录了吗？好，没关系哈。那个网络上有同学睡觉讲话的，我把它丢上去了，那你自己去搜寻。那个，你会讲一下上面那个题目好不好算？所以老师用这个例子来讲，我们利用内插法来求一下偏近的50度，23分等于多少？那刚刚我们在跟各位讲内插法的一个性质的时候，跟各位讲。我们可以利用找出50度23分比它大的角度跟比它小的角度的那个值呢，然后利用内插法来求。所以50度23分的话，你应该要再找几度角出来？20跟30。好，所以你要找出天群的50度20分。好，请你找出来多少？还要找一个天群，还要找一个天群。50度几分？30分。30分，好，你必须找出这两个词出来。那我们要算的天矩呢是50度几分？20分，它在中间，那我把它写在中间。好，天矩50度，23分。好，然后再找出天矩的50度，30分。好，请你告诉我50度20分多少？哎，50度30分多少？1.2。有问题了哈、哦。找出来的不一样，50度20分，天矩的值多少？1.25。一点几？20。啊？1.2。啊，在哪里？天矩的50度20分。1.206。1.206。50度20分，1.206。好，那50度30分呢？1.213。1.213哈。1.213。好，那这个天矩50度23分，知不知道？不知道。知道。好，假设我令它叫做 x 好了，所以我开始列式了。好，我们先从纸来写，小的减掉大的，啊，这两个相减 ，s 减掉1.206，比上大的。1.213减到多少？1.206，1.213减1.206。好，左手边的话，你右手左手边是小的去减掉大的，那大的减掉最小的。那左边的话呢，角度相减，第一个是23分，减掉多少？20分。那第二分母30分减掉20分。好，那这个要做运算吧。那我们刚刚讲。这个地方把分母这样移向过来相乘，好，所以接下来怎么写呢？注意看哦 ，x 应该会等于负的1.206移向过来是等于1.206，再加上多少呢？这边我们计算一下，23减20，三，30减20，10，乘以这地方哦，1.213减掉1.206，0.007，所以算出来等于1.206，加上10分之3是不是0.7？对。那37、21，所以小数点后面有几位？4位。0.0021。好，因为如果10不看的话，应该是0.021嘛，再除以10，所以0.0021，所以算出来值一加等于多少呢？1.2081。好，刚好小数点后面几位？三位。几位？四位。好，所以我算出来，天矩的50度23分就等于1.2081。所以在处理我们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你在找比值也好，或者是找条件也好，你在运算的时候你要特别去留意。好，这个小段的比跟大段的比，你们把它写下来，小的比上大的，不然左手边小的比上怎样？比较大的，你可以用这样方式来记忆它，你就不用像我们刚才讲公式的时候啊，那个画图，那我就是按照顺序把它写下来。那刚有朋友说，老师会不会算出来是负的？会。如果它的角度超出去90度，才有可能是负的。
零到九十度是都在第一象限，第一象限值应该都是正的啊，所以万一你算出来是负的，表示你怎么样，就是计算错误了啊，自己要把它改过来啊，不要说哎，负的，我应该没有算错，负的答案就是负的，零到九十度没有负的 ，OK， 没问题吧哈？好，你把它补充一下哈。老师，讲义题目要算吗？讲义的。